我是瑞博，今天是107年8月25号，星座人战，15点48分，首发拍摄是1384，经由三线很好气度的 PV1034 猪头，加 PPV2509 无接轻型车厢，然后后装铁道之旅正式结圆满成功，也正式结束了。这部是我最后一部影片。有相片和网站人都点不到去看航片。来，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无接轻型车厢好像是全无接，全无接编组 PP 自强PP1034 猪头，准备驶离高雄站，不新左营站。那相片和网站人都点不到去看航片。来，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不是全无接。这台 PP1031 猪头 PP 自强，其中中速结合有无切车厢，谢谢各位观看。有相片和网站都点不到去观看片。来，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3083A4，回送新左营站的区间快车。DR3036加上 DR3038加上 DR3037。 竟然还有桃园区间快车回送车，加上 DR3034 加上 DR3033， 流量编组桃园区间快车3083A4实境高新左营站，谢谢观看。有相片和网站你都点不到就观看片。来，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